弄堂本飞了，小叉子，我看啊，金凯刚拼给他拖一长裙了，拖成功了，看一下，真的踩到了。第一个镜头就是你。哎呀，你今天的裤子我很喜欢哦，马老师。给自己一个镜头。给你一个。好了。哎呦，五老师突然。很棒，这个裤子是垮垮的。上岗了，马上上岗了。5043的有吗？这么的元气满满。哎，今天没有被鼓起啊。嗯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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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夸？怎么？这基本搭配好了。看，今天我没有搭配。还有陈琳，穿睡衣来的吗？啊？穿睡衣来的。陈琳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。我今天和阿月是同样的颜色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。这边脸好看一点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天气真好。我们基本没睡了。为什么不睡？因为我们太激动了。昨天晚上我们拍摄的很晚，还要练习的很晚。这种老油条还紧张吗？每一天都是重生的一天。小玉觉，那你们对小妹妹的饰品和腰带赞谁有加呀？今天特别好看，好看，我想进来穿穿。5块卖5块钱的吗？嗯，陈琳，我们没有逼你脱下来吧？然后就是卖家的项目，卖家秀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买家快头一点，而且还得送货的时候钻掉了，这种感觉。不过今天穿还是非常好看的，看纹路有点多呀。哎呀，我从小就这样。马老师特写，看起来长得老。我们家长也是这样的。央视拍法，央视。赵月的央视拍法，赵月，哎，来给拍 MV。我最近又新学了一个新的拍法。如果到了时间，赵月还没出现在飞机上，机场的播报会怎么喊你呢？赵月，啊，小便便带你见了大家，赵月女士，请你上飞机好吗？不要叫大家了，大家请跟我一起收裤。哎呀，你在哪里？大家呼唤你，快给陈琳打电话。丁玲，小不停，我是小丁玲。陈琳在哪里呀？小精灵陈琳，小精灵陈琳，你要输出那种贵妃给另外一个小贵妃梳头发的感觉。应该要输出那种，芭比小可爱。没有，要给把她头发梳掉的感觉，鬼片的感觉。那把她金发都梳掉，把她金发都梳掉。哎呀，弄堂本飞了。你是飞呀、啊，好可怜呀、啊！机场贵妃，哎，真的，你是呢？我是徐阳玉环，徐阳玉环，你被貂蝉了？徐阳玉环，被貂蝉。毛老师，你有没有看貂蝉？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个还原图跟徐阳一模一样，真的吗？让他展示。好，还原图 P 在旁边，噔噔。好的，这里的貂蝉好短，这届的貂蝉，这届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貂蝉，好笑。梳完以后感觉顺了吗？黄飞给你梳完了以后觉得顺了吗？好漂亮的感觉，啊，什么感觉？好漂亮的感觉，漂亮的感觉。
你也是故意的吗？帮本宗把包背上。我想大头，你不应该说渣吗？这种大头是他一点吗？小叉子，小叉子。小叉子，还小格子，小格子，小格子，小叉子吧。这边，对对对，我的娃娃领，小叉子。小叉子一点不情愿，他有一天可能会毒害你啊！我跟你说，给你的药里下毒。杨贵妃呢？杨贵妃这儿了，那边。杨贵妃最近有人在帮忙伺候小宠吗？杨贵妃，她只是贵妃而已。我想给皮皮配音哦，今天你要做什么样的发型？贵妃，今天办卡七折哦。贵妃，今天办卡七折哦。贵妃，这个很棒，梳头免费哦。办卡七折，做头。梳头完之后，跟皮皮老师。好心情的。皮姐回来了，皮姐整理完。给指他在哪个方向？来，太小了，现在。哎，好。用完了。哟，没有穿，没有。特殊的打扮。对啊，好失望哦。超失望的。你好让我们失望啊！有，你好让我们失望啊！我以为你会换一套红色的拖尾长裙。对啊。许佳琪，你怎么样？这样在机场这个上面输掉了。今天输掉了吗？没有。你这鞋怎么回事？我的巫婆鞋。竟然没有穿拖尾长裙，真的是。在啊，没看到吗？在哪里啊？在哪儿？哇，超长的这个红，哇，这哇哦。配合吗？再 P 一个。一踩到 P 姐的拖尾长裙了，我的脱光了，快点快！哎呀，踩到了。踩了。下雨了，来表现一个看雨景的感觉。你的身体能往前倾一点吗？不然我拍不到你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落落的眼泪刚翻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
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。直接眼睛可能再往我这边转一点会更好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谁会愿意接受